今天给大家更新完整版的颈椎操，全程16个动作，改善我们的肩周颈椎不适。这个动作可以改善我们肩周炎。每天坚持三组，每组3分钟。我可以用我们手上的包带肉，疏通我们的经络，这个动作可以改善我们的胸驼背。等下，促进我们肩颈的血液循环。动作可以灵活我们肩颈啊，改善我们的肩颈。注意不要耸肩，这一动作是开心开背的。改善我们的虎背引腰，这个动作我们颈椎不适，同时可以，这个动作可以缓解我们颈椎不适，同时可以缓解我们的。喜欢的老铁记得给弟弟点击关注，视频免费更新，你变身一美。